这是通灵诀，修炼后不仅可以加强你体内的九幽之力，它更可不必再囿于你体内，避免再次出现如今的困局。多谢元璋。 九幽，对不起。九幽，是我，我是沐晨，我不会再伤害你了。 在这浮屠潭内，你分明不用进食，还会肚子饿呢。九幽，别怕，把手给我。九幽，你别怕，等我修炼好了通灵诀。 你可以出来了，我在浮屠潭里待的都快无聊死了。九幽，太好了！你怎么回事？一天到晚都不出现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地方又只有那么大，都没办法畅快的飞。哎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当然高兴了，只是洛璃已经一天没有出现了。